号礼拜天的时候，谭杰龙那场比赛他打了16分，是4-10，阿巴西你就被四东给抄掉。哎呦，你啊，好好好，进了。上场比赛夏亚轩他也分担了蛮多组织的任务啊，他单场也送出了8次助攻，攻击篮筐哈，获得裁判的哨音啊。对，新洋将上来了，而里的罚球，第一罚罚进。半场哈，那么据我这样看来，其实他在 SBL 的热身赛的时候，我就有转播到他的球赛，手的动作蛮多的，而且蛮大的。而里先过掉 Kiwi。其实上一次四东都在禁区哦，一步那场比赛得了21分，这就是你如果不打强势一点，你可能就要被换掉。球的时候，连队友都想要。且台啤在第一节3分球的命中率哈，高达了42%，查拉蒂。所以他尤其是我们看到这拖车啊，常常就是不止这一场哈，我们其他前几场也可以看到他中间拖车吹了进来的时候，就是直接灌篮哦。现在也都不错，半场第二节还有6分多钟，切入的时候啊，都所以常常可以吸引到一些哨音哈。篮板在特工这边，前面3-1的快攻，而你选择自己来，3B 的暴扣，转播现场。球没碰框，而你又溜到篮下。我故意讲哆啦 A 梦的，对，因为台啤小编蛮有梗的。刚才是2罚1中，夏轩空档投进。上半场比赛剩下100秒左右，而你吸引到对方的防守之后，再给到队友这边的空档，马伦江森。基本上在过了罚球线之后，因为哆啦 A 梦也出来帮忙，所以篮底下的马龙有海一般的空档。小安这个球自己运出失误。前面而你拉杆来个反扣，打得真的很轻松，扣得也很轻松，非常多元。这个反扣其实看起来就是很轻松啊，轻轻一跳而已，不仅也不要给对方时间，时间好好运用。这个提醒，对，玉安哦，弯下也是弯下 ，seven seconds 哦，阿巴西打得非常的沉稳，先用假动作晃开了防守球员，天低，而你再送个助攻，暂停了，没错哈、而你现在1-1，想要打四中这个点，哇，讨回来了。这球打得非常，把我们的地板踩爆了。哇 ，Galloway 这球其实有一分，其实是要算在朱毅中的身上。杨兆教练大喊一声 “Star Ball”， 没有人挡住 Early， 在特工主场，但是其实台啤他们还是有一定的球迷基础，而且在账面上再多一个进攻篮板哈，第一时间把它拖进去很难啊。86-84，反超前2分。Galloway， 哇！其实看他慢动作，其实他左边可以上哈。而你拉开空间，他应该又要自己处理了哦。Aaron M 帮他掩护，变换了他的脚步。那本场比赛特工目前是进了9颗3分球。而你，哦，命中3颗3分球的黄镇，这时候也退场。哇，你镜头对，底线而你这个三分球关键。115-110，差点又失误。李继尔第3个3分球，剩下了50秒钟啊！阿巴西这一个三分球投进了。小安想要来抄球，差点迫使早哥出现失误。而你的罚球罚进之后，杨兆教练要请求一个短暂停。哦，手下来了，篮板自己拿回来。而你。如果只看第三节前面，世东的打法虽然不激情，但他就是稳定，对，很稳哦。哇，这个很激情，这个很激情。
来了，放篮得分了。早哥要投三分球，就是不合理，是不是？就是不合理，他就是有办法弄进，脱下来啊。篮板在阿巴西这里，前面已经有人在等了，这个人是 Early， 47分的得分，最后的1分16秒，心脏把他发泄在球场上。Early 的罚球，今天他有机会也来挑战50分看看。